少男声称孝东拥有帅气外形、魅力嗓音，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。他于2014年结婚后迎来宝贝女儿的诞生，之后便专注在家庭生活，鲜少现身荧光幕前。近日他久违的推出新歌，并登上电台节目宣传，难得公开亮相，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。期间他透露今年下半年会在香港推出歌曲，以及参与拍摄电影和综艺节目，目前也在接洽场地举办演唱会，令歌迷们都很期待。然而照片曝光后，不少网友发现陈晓东明显发福走样，纷纷震惊表示男神怎么变这样了，幸福都反映在体重上了吗？但也有不少人力挺，认为他已经47岁了，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真的不简单，大家不要对他太过严厉啊。Bye.